媒体拍到二胎孕妈奚梦瑶露面视频，视频记录奚梦瑶一天的行程计划，哪怕有孕在身却忙到停不下来，行程安排紧凑。一早探访月子中心，奚梦瑶二胎孕程估计过半，自然要提前选好母婴中心，等到生产时不会手忙脚乱。当日穿着打扮低调，披散着长发的她穿着紧身牛仔裤，身形纤瘦，几乎看不出怀孕。奚梦瑶披着一件小香风外套，到妈后更会照顾自己，和月子中心的工作人员告别，接过月子中心送的鲜花，看似这套安排是很满意的。奚梦瑶结束第一站工作，赶到下一站交流其他的工作。困难助理来到某地办理私事，因大门迟迟未开，等到办完事情后，奚梦瑶一行三人同出。此时身边多了位中年男士，奚梦瑶和对方交谈一番后才返程回家。等到奚梦瑶回到豪宅，似乎已经体力耗尽，她摘下口罩，露出清瘦的面庞，孕期一点未胖，体态仍旧匀称，脸蛋还有点尖尖的，累了一天要好好休息哦。